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这个，是补充胶原蛋白的。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呢，我会喝这种可可茶，有时候会拿来当下午茶了。这一款的话，今天呢我就约了，喉咙有点不舒服，我今天就穿了一个轻柔服。今天中午我就约了摄影师 Ria 去吃饭，因为那家餐厅呢比较适合这套衣服，所以他就说帮我拍一些硬照去叙叙旧这样子，因为好久不见了，我从中国回来之后，所以今天那家餐厅我也没去过，所以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这边就是有那个网红的篮球场，应该是要租用的。我现在就到了那个地铁站，然后 Ria 已经到了。其实那个饭店还没有开门，它是中午12点才开门的，然后我是11:30就到。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 ins 网红打卡的地方，我应该今天带多一套衣服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所以就要提早一点来。对啊，我看到门口就已经很，我那么早来都还有人在那里等了。你要吗？你就自己说。我们就在旁边瞎逛了一下，逛了10分钟回来之后呢，那个队就排到这里了，已经。这边，嗨。这个是酒牌，就是有一些酒在这边，是意大利菜，有些披萨在这边，松露的披萨，还有一些。它的饼皮我个人是很喜欢的，有一种 Q 弹 Q 弹的感觉，而松露的味道呢也很突出。 Ria 点的小牛排呢味道还不错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它的薯条，因为它的薯条是带有一点甜甜的，是自家制的薯条。其实乌塔还蛮推荐他们家的意粉，所以有机会来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最后甜品我们点了一杯酸奶，这意大利的酸奶。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我今天买了一篮超美丽的草莓，然后蛋先生在前面等着。蛋先生 ，Hello， 蛋先生。现在我们要喂它吃草莓，过来啊，上来这边吃，不要弄到地毯很脏。对了。
晚上的话，老佛爷这里有一个梦幻岛的开幕式，我就过来这边玩。听说他们这边就很多帐篷什么，所以我就特意穿了一件粉色的衣服。然后今天出来就是蛮匆忙的，就是头发没干会出来。你看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个粉色的 Fubla 的包包，这个还蛮好看。然后我挂了一个东京迪士尼的那个小熊，哇，好可爱啊，这个。过的就是他现在移到这边来了。刚刚里面那边呢就是一个刷黑，就是一个 party， 然后现在出来了，但是很吵，但什么都听不见。乌塔，乌塔真的特别好看，真的，它有一米六，谢谢。擦掉，对，擦掉吧。